随着气温逐渐回升，连日来全省各地春暖花开，空气清新，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，赏花观景，尽享春天的和煦阳光。在烟台龙口，素有"花中神仙"之美称的海棠花悄然绽放。走进丁氏故宅的树方园，海棠花盛开正艳，一簇簇、一朵朵的海棠花瓣，姿态淡雅、妖娆美丽，明艳动人的花朵与池水相映成景。海棠花下，不少市民结伴而行，或是驻足赏花，或是惬意畅聊，沉醉于这动人的花色中，尽情享受美好的踏青游玩时光。这个地方吧，就是说每年海棠花开的时候都花香四溢，特别的美。我们每年都来好几次，都过来拍拍照、拍拍录像，还来做个纪念，特别好。海棠花姿潇洒，花开似锦，自古以来是雅俗共赏的名花。春意盎然的景色吸引了市民选择走出家门，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公园，呼吸新鲜空气，感受春暖花开的惬意与舒适。一张张笑脸在时光中定格，一簇簇海棠令人赏心悦目。我觉得海棠花特别的香，特别的美丽，妈妈给我拍了很多照。周末嘛，带孩子出来放松放松，心情也特别好。风景如画，在烟台蓬莱区的黄海绿洲公园里，一片美人梅开得正俏，吐露着甜蜜的芬芳。粉红的花朵一簇簇、一团团，在春日的微风中轻轻摇曳。繁花似锦，满树缤纷，好像在邀人共赏春色。我们每年都到公园来赏花，今年的花开得特别漂亮。我们找到了，我们不觉得我们老，我们找到了我们年轻的感觉。花海间流连忘返，池塘边也聚集了大孩子、小孩子们，扯着风筝线，欢快地跑来跑去，手拿小渔网，尝试着捞起小鱼，编一个柳环戴到头上，带上了一片春意。天气不错，花都开了，然后带孩子们出来跑跑，晒晒太阳，锻炼锻炼身体，孩子心情也好，回去好继续写作业。在菏泽市定陶区杜塘镇的万亩生态园，梨花竞相绽放，将田野装扮一新。一团团、一簇簇的花瓣在清风的吹拂下摇曳多姿，晶莹剔透，芬芳的花香扑面而来。蜜蜂忙在花丛中飞来飞去，忙个不停，梨园成了花的海洋，令人陶醉，流连忘返。